Wait, we kick back. We gotta kick back. 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就是希望就是这周周六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舞台。然后我说一下这个舞台的，哎，我是不能说，我就说一点点吧。就我们这个舞台，真的大家都特别努力，然后努力的点跟就是跟 PD 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性质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就是。就有在去其他地方拍，然后我们真的跳了好多好多遍，然后大家真的巨累，然后当时大家都觉得跳完那最后一遍就觉得，终于跳完了，我们真的好努力，就是为了跳这首歌。Speak English, please。大家就是有什么英文想听的吗？因为我在节目里面，哦，在节目里面一开始我们会，就是你不会，我有一段视频是跟 Lisa 老师就用英文对话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，然后他们就不让我们就是老是讲英文，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翻译就是就比较难，就好像他每次上那些老师的课，然后都是一堆人在讲英文，他们就觉得哦，我们能讲中文能讲中文，毕竟他们有翻译嘛。哎，今天我看到个什么？今天你12岁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是你想到给 Lisa 过生日吗？是的，当时就是。就我当时前天晚上就准备了好东西，又画画，然后又跟他们提前对了哦，送生日蛋糕什么的，就是可当时是真的，就过完这个生日就觉得哇、哦，上 Lisa 老师的课真的好轻松，就是会感觉，就是那一刻开始就感觉大家关系好像没那么就是远。